OK 吗？过问啊，刚 OK， 刚 OK， 那不是警察保护你啊！现在已经好一点。好，那现在。陈姓男子于昨日晚间至谢姓友人家中喝酒聊天，期间因事故发生口角及肢体冲突，陈男情绪失控，随手拿起一旁的铲子重击谢男头部，谢男经送医不治，警方获报后立即赶往现场逮捕陈姓男子，讯后依杀人罪移送桃园地检署侦办。